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练出了山羊强健的体魄和鲜美肉质。陕北人早就将吃羊的天赋点满。在做麻辣羊蹄这件事上，白旭几年前就在这条街上称霸一方。这个羊蹄的价格我一直站在最高两档，我始终比人高一块。陕北生羊蹄的去毛处理不同于传统的火烧方式，而是直接用电焊喷枪，一瞬间让羊蹄表面去毛并锁住水分。这些脏东西必须得清理干净。辛辣快速渗透食材，梅花椒浓郁的焦香去除膻味，纯正的麻味又平衡了羊蹄中的油腻。小火慢炖，羊蹄中的蛋白质保持稳定，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鲜味物质。4小时后，羊蹄被冠以麻辣二字，鲜美出锅。杂碎与辣椒曾经都是清平时代里的慰藉，一个朴实直接，一个刚猛赤直接起飞，太好吃了。他们一旦组合起来，能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口腔高潮。人世间温饱好护你，馋虫难伺候。天雷遇地火，杂碎千变万化的牙感与辣椒个性十足的火热，就是解馋的灵丹。你找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这道菜吧。超出我的文化范畴了，几乎可以盲点，没有难吃的菜。他们家杂碎别下来了哈。哎，杂碎味道非常的开心，太叫巴适。做上十年都是精英了，五十岁是精英了，说非常的精英噻。腰烧，我们自贡人喊的腰烧，它有一定的膻味，一定要出劲。它一盒腰子本来就不多，那么贵的腰子，开玩笑，不行了。
话哈，其实那个油呢不能撕得太干净了，就是要带着那个油煮出来才香，撕干净就没得那个味道了。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很放松，然后也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肥肠这种东西很解压，就吃起来 QQ 弹弹的，还很糯。不好吃，那我还吃这么大口了。